观众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春。进场的时候，整个紫色的这样一种氛围非常的神秘和魔幻，整个秀场的设计也非常特别。在这样的一个带一点装置感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的秀，第一次看，我喜欢那种有一点渐渐的有一些特别的表情手势的啦。 It's a wild wild web 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, a wild wild web where there's nothing to hide。 意大利的美食我很喜欢，其实我很怕来这里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我每次来这里我觉得我应该都会很难克制。他们这里的像意大利面啊，海鲜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棒。吃海鲜或者意大利面这样的东西，总是想喝一点点意大利的这个红酒啊什么的，所以就是很难克制。四川火锅其实很喜欢，这是最喜欢的。肉多一点，多一点，肉多一点。我在家的话，饮食习惯里面就是喜欢喝汤。都有叫到，因为它其实代表一些不同的一些意义吧。比如说春春是大家叫的比较多的，那小雨这个称呼其实是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喜欢那么叫我，所以如果有人叫我这样的一个称呼的话呢，我会觉得应该认识很久了，会有一种就是亲切感。像李总就是可能身边的同事啊，然后一些好朋友啊会喜欢这样叫，有一些小调侃的意味吧。Your head.